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仔，欢迎收看 TemTem 第13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打第三个道场战咯。那在去之前呢，我做了一点小调查，那个道馆是使用四个属性啊，火系、水系、自然系，还有风系。哇，四个，你懂吗？真的是，所以去之前我要买一点东西啊。复活月三个应该够了吧，不用用那样多的。威力书，买个两个吧。然后其他的就这样吧，也没有什么好买的。好吧，我们直接去打吧。OK， 来到了，来吧。南迦道场，道场大师蒂哈尼，他这个里面的小游戏也是跟那个第二个道场一样的，就是你不可以动到草，动到草就会回到原点了。爸爸，谁是爸爸？你的父亲，证明我看来啦。七粉，希望可以打败他。OK， 好像伤害刚刚好，第一个还蛮算简单的。什么啊？防晒霜，这名字防止出现灼伤状态情况啊。这是个道具吗？还是消耗的用品啊？这是个道具啊，暂时先这样吧。让我回到原点。OK， 这里的自然和火系力量很强大，主要是这两个吧。OK。OK， 手刀那一集尝试一下吧。哇，这伤害可以啊！乖乖睡觉。他这个缺氧是真的烦。哇，这个差点倒下了。内在精神，传说这种技能可以召唤出失传已久的龙族藤兽灵魂，造成巨大伤害。哇，这个技能很强的样子啊！可是我换走哪一个啊？飞沙，因为飞沙伤害蛮低的，就可以吧，换那个吧。TC006岩浆炮哟，此火系技能会持续灼伤三个回合，哟，好像蛮不错的吧。这赖贝尔居然不能用这个火系技能，让我回去，感谢。还能打吗？看那个人，他要进巢了吗？哟，还过得去了，再见。让我看下一个是不是道场馆主啊？是的话，我就先回一趟藤兽所了。这个还蛮难的，这个很道理，有点挑战性啊。这个完了，这什么啊？是洞在那边的吗？完了，这个很难，讲道理。这就有点完了，哎呦，真的是难。来，很快啊，这里的东西。完了，我两次都是中一样的圈套啊。完了，这里好像，OK， 我又好，还有两个人，OK。独眼马修，你的面孔有点熟悉啊，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样子。OK， One Eyes Met You， 哇，你还有一个转场画面啊，可以啊，开场动画。毒墨，这毒也是很烦的，想试一下这个内在精神的，好吧？看一下这个技能怎样啊？哇，还出一个龙出来啊！可以，来继续打。哇，这毒炸弹的特效也是蛮不错的。这里蛮套路啊，这里。对了，我还以为怎么过不去，原来是有个东西。两个不要，还蛮算粮食，还蛮有粮食。哇，真的是。对了，居然是从这里开始了，幸好难过了。我刚才居然没看到两个香膏 plus， 不需要了，休想套路哦！就现在了，哎呦，哇，差一点就给他拉过去了，真的是。小瓶精华液放在贝尔的前面吧 ，OK， 来，刚起来，你做到了，那当然啦、啊，是的，不会退缩，来吧。
替哈尼，替哈尼，你的手套挺特别的。哟，两个都是进化型的藤兽啊！哇、哦，很痛，这个真的是哟。我这打他才这一点伤害罢了，假的这样。哇，完了，这个难打，换图瓦一帅吧，他比较耐扛一点。还有六只藤兽啊，不知道打得过没有？老真，我旋风，直接让你再见。OK， 很强。维普伦。诶，普伦怕电系绝招吧，就是用一个补药 plus 吧。OK， 诶，这个哇，居然是乘二的那冰对火，假的这样，可以把他打败了。好像暴血完了，好烦了，这个人真的是激怒，这是什么系啊？又是一个自然系吗？哇，他的特殊防御还有防御都上升了呀，这就难搞了。贝塔爆发，完了，这个打完城市的啊，直接再见了我的斯堪奇。这城二才那么一点伤害，我醉了。趁现在补个血，香膏 plus， OK， 活血生金， OK， 什么？那是什么啊？恢复生命值吗？一点都不痛了，这乘二真的是，哇，不是吧，老哥，他又用贝塔爆发了，摸下去，哇，差一点就炸了，真的是 ，K， 把他打败的，好彩是乌卡玛，合作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凉风。哎，好彩不是很痛，可是他冰冻我了。可以城市，他应该再见了，真的是毒包子，可以。看最右只是什么东西啊？格兰博，看最右只是只鸟，刺骨冰雨。K， 用力过度了哈。还用缺氧了，完了，这个很痛了，这个给我说回我的话，毒起来，七粉，刚好毒不死他，挺可惜的，可以让你再见吗？那个毒伤害好像不够啊，完了，我要打我洛丽，好人啊，可以，机运了这期，耶，收藏收藏。太棒了，不可思议，这正是我们对抗贝尔索托所需要的战斗精神。1987块，我的妈，可以啊，派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很放心，我马上动身，愿你一往无前，亮快走吧，独角鲸号一定要起航了。攀爬道具吗？你还没有好准备发挥迪尔德雷的潜力，迪恩德雷的潜力，什么是迪恩德雷啊？是一个藤兽吗？又是这个自然系的藤兽，三蛇五等，哇，这么高等吗？它特质是安定，增加藤兽在场上每回合攻击的8%。嘿，哇，好高等啊！我想用这个啊，可是我有洛丽啊。这攀爬道具到底有几次拿到啊？索洛克石头还没有进化，我真的是醉了。迪恩图雷加入队伍，还没准备好发挥他的潜力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我还不可以用35等的藤兽吗？就是 ，OK， 那就暂时这样子吧。原来是，难怪这道馆这次还蛮简单的，这耗时比我想象中还快呀、啊。来，是的，我打败了。港务局刚给我们放行，可以去 GC 沃。我们来了 GC 沃。睡个好觉先，哎呀，又是蛇身懒腰了。OK，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警戒，警戒！我们遭到了攻击，这不是演习。
遇到的攻击谁啊？我不清楚，有空中海盗萨古蒂斯脚踩飞行冲浪板的恩戴尔，无所谓的。OK， 这东西都倒塌了，为什么会倒在这里啊？挺怪啊，走上去看看吧。估计是又是主机的队员，是的。八八瓦斯堪奇，我明明在那个飞艇里面打，为什么就在外面呢？也行吧。八八瓦，先把八八瓦打败吧。他蛮肉啊，应该是。你这么肉的吗？我知道你很肉，可是没有想到你这么肉。手刀内击，哇，这个超痛啊！假的，这样，这什么啊？水切百合？我的妈！是个自然系的绝招啊，那个是。再见，不简单啊，你们。马斯蒂，又是这个东西，哎呦 ，OK， 可是都31等了，派出这八部翁。然后我自己就飞沙打，哎呀，不打错了，哎呦，点错了呀！我点那个马斯蒂尔，活下去！哎呦，这如果刚才没有点错就好了。可以，哇，不简单了，这两个人比那个道场馆主还强啊！哎，不好搞吧？这个小瓶精华液，哇，真的是这人超级难打的好吗？怎么了这里？落地女士又是这个人，我的威武战士用圣怒吞灭所有人，今晚就让飞艇下沉，一直下坠吧，坠入下狱。哦，又是时候跟他打了吗？等一下这，不可能拿的是德尼斯，哇，你这个乡巴佬，一雪前耻又可以提振贝尔索托帮派士气。OK。又是跟乐蒂女士打的时候了，可以卡利比斯，哇，这一集好刺激啊！跟道场馆主打，又跟这个 boss 打，半血可以打吧？并没有，真恶心，毒墨，哇，你这个也是恶心，假的这样真的是，哇，直接让我拜拜了这个人，还有五只藤兽，可以。希望可以直接把他打败。完了，这个也是很痛啊！完了，哟，失误了，我再见了，我感觉难搞喽。那姑且是白子打败了，耐堪。哇，这是小狮子的最终进化型啊！完了，好打这个，应该买多点复活液了。这时候复活纳西拉好点。我再复活的那个斯堪奇吧。这样稳一点，因为这个狮子肯定是打着我的克斯特的，用火系技能。是的，我就知道 ，Fire Chip 什么？哇，这攻击和速度都上升吗？好变态啊，这人！完了！不把这毒的解决很难打的好吗？他这狮子也是有一个特殊动作啊。哇，好恶心啊！这个人真的是，就这样 ，My God， 我已经没有复活液了。这个打他根本就是小狮子打大狮子，怎么可能？哇，打我斯堪奇，完了，我炸了 ！Oh my God， 这个蜻蜓点水，完了，我真的打不到，打不过啊！这弄地女士，我有复活液的话还好，可是现在我没有啊，全军覆没了呀！这个。我再见了，哎呦，贼难受！哇，还有一只，早知道买多点复活液算了，真的是。自然法则终究无法抗拒，嗯。可这个游戏不像宝可梦这样啊，不像 Pokemon 这样，你输了感觉还是可以继续你的剧情啊。不要秀了呀，这个。啊，下次打败你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我的头发在飘啊，这。这些人真的是。工程师。完了，坠落了。Matthew 先生，快不会降到原石上哦。My God， 我不喜欢那个声音。独角金号。一。
撞下去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去到什么地方了？独角鲸号，我全倒在这里啊！哎呦，我的头啊！活下来也太好了，我在哪怎么会，我当时在独角鲸号上，我们坠毁了，大家在哪，这是哪，等一下我找不到冲浪板还有水晶溜冰鞋了，不会吧，地图都丢了， what the heck， 全部都没了，我失去全部道具了吗，安然无恙吗，是的，好彩啊，幸存者，帮助马修找到幸存者。那好吧，我们今天的 Temtem 就玩到这里了。那如果喜欢观看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点个赞，并且在频道旁边点个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就在这个坠毁的地方继续找到其他幸存者咯。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